十毫升、二十毫升、三十毫升、四十毫升、五十毫升、啊，是因为我吗？当然因为你。然后我们再送一片面膜、两片面膜、三片、四片、五片，再送180块钱的面膜，五片就是一盒，它就180。所以相当于减掉180只要210，而且是两支量，这真的是很划算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划算，真的不赔钱吗？对，就不怎么赚钱吧，不是说不赔钱。好吧，好，我要干什么？撒娇，撒娇，这是广大网友的要求，就是你可不可以就是参考台词？拜托拜托哦，拜托拜托了，这不是撒娇，你不要给我蒙混过关哈，求你。为了大家的10000块，我也得好好努力。八个，我觉得我也。